今年得翻213個，仲要係同兩
院科，即係冇做異常選擇啦。請問基本法係由幾時開始變埋歷史文件㗎？入面保障嘅職業可以隨意選擇嘅咩？冇錯，佢哋嘅醫學訓練絕大部分嘅資源係嚟自政府。嗱，我又想問啦，幾乎所有香港學生就讀官立、津貼或者直資中小學，大學聯招每一科都係由政府貼大部分資助，唔通所有人嘅職業都要受政府控制咩？呢種做法根本並不合理。我方第二個反對辯題嘅理由就係實際效益成疑。首先，除非連而家已經喺公立醫院做嘅醫護都要強制留低，否則佢哋流失，剩翻一班被逼留低嘅醫護，人數同經驗不足嘅問題根本冇改善，而且對一啲流失率高嘅崗位，甚至可能有反效果。例如根據醫管局資料，醫生方面急症專科流失率最高，達到11%，即係話佢哋係最需要填補人手。但如果要強制留低，醫科畢業生考慮到就算應付唔到，都要一定捱到足夠嘅年期，結果就會好似醫學會會長成志文咁講，冇人敢揀急症專科，咁呢個專科人手就會更加少咯。可見強制手段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要解決困境，就要追源溯本。之前已經提到，醫管局嘅管理係令醫護辛苦二難嘅離開根源。相反，醫管局主席范鳳麟今個月嘅專訪內提到，佢哋延遲退休計劃，一改以往的態度，願意聽從醫護嘅一切意見，任何工作時間、崗位、地點嘅要求都盡量遷就。可見行政上、人工工作上變得明顯下線。結果原本打算退休嘅醫護，分別有80%嘅醫生同60%嘅護士由退休變留低，成效顯著。但今日用強迫嘅手段要人留低，就係再一次嘅反其道而行之，再令人難以苟同。多謝。但係咧，而家做啊，原來咧
其他國家都一樣做緊嘅，係大家。我方見到今日外國英國、台灣、新加坡
緊，咁佢哋質素有冇下降咧？麻煩今日有方一副圖就整清楚，其實講到明咧，極下放權力有用，點解仲要強制連期咧？其實關鍵咧就係在於立法會人力推算報告所指，大部分醫療人手咧其實都不足夠噶。物理治療師、視光師，就算一啲睇落供過於求嘅行業，好似藥劑師，都只不過係政府一廂情願一嚿人。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就話。公院平均每6名嘅藥劑師，每就要處理2000張嘅專科藥單。我見咧唔同醫護本身咧都一樣做到冇停手，單單咧下放職權只會推更多嘢俾佢哋做，等同於謀殺佢哋。所以結論就係唯有強制年期留更多嘅醫護喺度，先有足夠嘅基礎分流權力，兩個方案缺一不可。再加上主辯公辯都強調過強制年期嘅成效，新加坡嘅例子前車好鑑，其實今日有方都唔敢回應嘅。莫文之後就到問有方對我方有咩質疑，其實都是不外乎我哋強制嘅原則。其實我方明白有方擔心影響職業自由，但強制年期符合迫切性，而且短期最有效嘅成效，所以就算真係影響自由，我方都認為是值得。如果今日有方咁堅持唔可以影響自由，不如有方嚟證下有冇其他方可以做到6年後有同等嘅成果。你今日有方覺得眼白白睇住啲人流失都冇問題咧，講緊一班醫護以專業資格可以輕鬆移民。利用完大量公帑之後冇回饋過香港社會，有方又覺得有冇問題呢？都係各位。Thank you.
嘅問題就需要長年累月嘅時間解決。打個比喻，要治療癌症，我方嘅方案就要即刻做手術制止癌細胞擴散，而有方嘅方案咧就係康復療程，防止癌細胞再次出現。所以雙方其實係唔同嘅治療體系，冇衝突嘅。仲有間我方方案前場主辯一副公辯都論證過可行性，一次有方只係質疑啲醫護咧會辛苦啊，但係咧我哋主辯嘅時候都講過好多乘客話，我哋可以增加人手嚟進行分流，譬如話視光師、物理治療師，佢哋可以幫手轉介、開藥、睇症，同埋佢哋係唔需要做手術嘅。講到最後，有方嘅立場根本係做咩都得，偏偏我方嘅方案就一定唔得，無非係雙。有方歧視強制兩者之，然而我方嘅方案重點亦係平衡。有方好重視強制嘅標準，究竟會唔會枉死啲醫護損害自由？但我方主辯亦提及過，由一開始簽合約，醫護就知道自己畢業後要強制服務五年，保證公帑用得其所。所以當我方問到有方點解硬白白睇住啲醫護移民？唔阻止，有方都唔敢回應，因為有方都知道醫護係有香港有社會責任，而一個醫科畢業生就用300萬嘅政府資助，而五年之後醫護就有自由去選擇自己嘅去向。另一邊身學費豁免同提供生活費係代表香港人收嘅醫護專科係1蚊都唔使嘅，吸引更多人報讀，加上專科牌照會被醫管局扣留，而直至服務年期之後先至歸還，確保醫護係公平嘅質素，否則會被醫管局解僱，係從此都冇得再拎翻個專科牌照，以至放下權力都可以讓醫護市民更加好，做得更加開心。所以簡單總結，我方嘅方案唔只平衡自由同責任，更加將反效果減到最低，係出短期內最有效增加人手嘅兩方都成功。正方預告發言時間為3分10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投方發言附件，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佢哋開始示意。係。各位大家好啊！頭先有方就話啦，佢哋會好容易移民走嘛，我哋就回覆翻有方啦。但係咧，伊利沙伯醫院嘅離職問卷已經反映咗30%嘅離職護士係移民去其他國家工作，可見好多就算係註冊嘅護士，連專科護士啲等級都可以成功移民。醫護係全世界最緊急嘅人才，而香港醫護質素又係全球頂尖，有方用醫我方嘅方法去留低佢哋，反而睇小佢哋移民嘅可行性，用強制嘅想逼佢哋留低，徒勞無功之餘，更加會帶嚟反效果。第二，我同意咧，有方講嘅醫護人手短缺嘅問題。但首先，點解醫護人手短缺？咪就係因為醫管局嘅態度同手法咯。唔通個個都俾人中意逼抄書嘅咩？比賽嚟到呢度啦，有幾個背景大家必須要搞翻清楚。今日我哋討論嘅係畢咗業嘅專科醫生同護士，而唔係一般嘅醫科生同護士學校學生。根據港大醫學院劉澤星院長所講，醫科生喺專科畢業前已經通過咗醫學考試，成為咗醫生，然後喺公立醫院以住院醫生身份接受一般6年嘅培訓。我方強調期間，佢哋同時係以醫生身份服務緊公立醫院嘅，即係話專科畢業之前，佢哋已經擁有醫生資格同多年醫院工作經驗，擁有全球各間學校嘅資歷同能力。你強迫佢留，佢直頭連香港都唔留低，拎住個醫生資格就離開香港，你係咪連出入境自由都取消埋？否則又點可以強制到？所以有方一直強調嘅係，個政策根本就無效，甚至帶嚟反效果，令人走得更加快。咁仲要嚟做咩呢？要解決問題，就需要針對醫生流失嘅原因。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志遠已經做曬調查，私營醫療人工高係一個因素，但醫生最向往嘅係可以平衡生活與工作，有時間建立更加好嘅醫患關係，提高治療嘅質素，唔再理咁多官僚規矩同人事糾紛。而有乜嘢阻止佢哋達成呢個願景呢？調查就反映出啦，醫護最憎醫管局嘅工作資源，仲有就係醫管局嘅管治手法、行政工作、人事關係等等嘅問題。唔係每個人都有體力送頂工作㗎，佢哋覺得之前唔注意離開，以免體力精神捱唔到最後，俾人啲死人釘，俾人釘下，咁又有乜嘢錯呢？有啲人想將大部分嘅
所以我方今日反對今日嘅辯題。多謝。人翻咗嚟幾多個？而家翻咗5個咋，我哋流失出嘅。
國外每年流出幾萬人的時候，你個信用效有幾大啊？咁係因為你哋嘅問題，醫護醫管局嘅問題，所以搞到啲醫護走啊嘛。咁如果醫管局用另一個方法再同醫護局，咁係咪會令到啲醫護留低先？咁你一直喺度講移民，咁移民咪就係因為你哋醫管局啲人對佢哋唔好，所以先移民走啊嘛。有方同破，係有方同破，覺得好好聽，但成效數字咧？有可能，其實我剛才是有提過的，不知道有聽聽到，是因為他哎呀，他們居然是有更加多人留低的。所以今天有空自己都論證不到成效數字嘛。好了，再問有空了，現在見到原來英國啊、台灣啊、自己啊都有強制呢個佢哋醫護喎，想問他們有沒有質素下降的問題，同埋想問他們有沒有人才流失的問題啊？我啱才提到啦，醫管局用氹的方法是令退休嗰班有八成的醫生和六成的護士留低。八成醫生和六成護士，咁實際數字是幾多？澳豐每年就提供近190萬個鐘數啦，有八成以護士，你有基礎160嘅，都好少嘅啫喎。有可能原來六成唔係一個數字。唔係啊，但你要講個實際數字嘛，個基礎幾多？你有基礎係100嘅話，咁你六成咪細咯。今日我哋係討論咧，醫護啦，咁咧就唔係討論啲數學嘅，咁你唔係要我計數啊嘛？所以今日有方自己都論證唔到成效啦，然之後又問英國啊、台灣都行緊咧，有方都答唔到咧，有冇質素下降啦，同埋其他人才流失嘅問題啦。咁想問有方啦，而家佢哋強制佢哋係咪有錯？有方同學點解強制冇錯？首先其實我喺開會嘅時候都已經問過你，佢哋係失業咗，失去咗就業，而有方轉變你都同意嘅喎。咁點解有方同學哋堅持係要用強制手段？覺得原來強制一定係最好嘅咧？等先，我方唔係話佢永遠收咗債之後，又話咧五年裏邊咧，雖然冇自由，但五年後佢想做咧冇所謂，佢做的士司機都唔緊要啊。都有方解釋下，點解咁樣自由，點解能解社會債唔出過咗好多次？是否一定要留他一世在公立醫院呢？
同埋有人視光師叫佢哋去開樣，佢哋根本就係做眼科咁樣嗰啲，你叫佢走去開樣，我冇聽錯啊嘛。有科你哋為咗解決你哋想解決嘅問題，就忽視咗佢哋根本嘅特性。而且入視光師根本就係去睇眼嘅，你叫人哋去開樣口唔得吧？你同我講話你要去開樣，其實啦，就算依家醫護流失加快，醫護對公立醫院嘅人。例如早在2012年香港急症醫學會調查警告，70%醫護考慮一年內離職，結果急症生去到今年流失率先至由4.1%升到10.9%，佢哋真係見唔到醫管局有誠意改善先至會走。好似2019年醫護開申訴大會要求醫管局改善，醫管局嘅回應只係買啲魚蛋同燒賣俾醫護食咋，仲要要求話醫護登記同埋上社交平台嚟做封關表演。到疫情爆發，醫護抗議要求封關阻止疫情輸入，醫管局就以扣取薪金去報仇。醫護人員就好似一個妻子，被人監管咗10多年，到最後決定離婚。有方嘅解決方法就係強迫佢哋諗多幾年，咁樣合理咩？有用咩？應該咩？當問題關鍵在於醫管局嘅刻薄寡恩，用翻同一個方向嘅方法，只會加劇到而唔係終止到惡性循環。因此，隨住新任嘅醫管局主席上任，並捱過疫情，正式開始面對上述嘅深層次矛盾，改弦易轍，改變態度，令醫護對醫公立醫院重燃希望，先至係可行支撐。呢個方向係咪會有效？我方一開始已經提咗醫管局去挽留退休醫生的例子，照計呢一班人做了很多年，加上一大筆的退休金，甚活無憂，要挽留並不容易。但醫管局一改過往的官僚態度，洗耳恭聽退休醫護的聲音，用三股草籠的精神去挽留，結果大部分原本打算退休的醫護都決定留低。香港的醫護不是只懂看錢做人，當初揀得讀醫而不是揀讀金融學系，已經反映他們有些懸壺濟世的心。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強制他們留低政策的令到他們心寒，而是改善過去的態度，令他們這班人甚甘情願地留低。正如長年研究香港醫療問題的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課程學系的和兆輝副教授，以護士短缺為例指出，護士流出是深層次的問題，解決方法在於政府進行改革，建立溝通機制和尊重文化，被護士參與決策，而用強制手段，正正是站在改革、尊重、溝通、醫護參與決策的對立面。入户我是主人，這裡我話事，我要你留就留的嘴臉，逼到他們連香港都不留下的時候，我們損失就是更大咯。公立醫院離巢潮這個問題，令我想起香港最大的議題就是移民潮。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我們同樣面對移民潮，當時港英同中國政府沒有落閘強迫香港人留低，反而是響基本法為他們回香港大開方便之門，結果走中的人紛紛回流，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究竟我們是何時失去了過往的智慧呢？多謝。有大量各類的醫護專科供應，我方不同的位置
一等手術，需要等幾年，所以對病人最唔負責任嘅其實就係有個根本冇諗過有啲咩其他嘅方案可以更加之立竿見影，幫令佢哋喺最短時間入邊受惠，明顯係止破不立。而嚟到葉變嘅位置，再同大家介紹兩個醫療制度問題嘅最魁禍首，而佢首當其衝嘅就係醫管局自己。90年代被視為拯救公營醫療嘅醫管局，現今人人怨聲載道，一切由千禧年代説起。大多醫生都留喺公院工作，但係當時經濟低迷，於是咧喺2002年開始就開始動心，降低起薪點，打算推出平低薪，希望資深醫生提早退休，務求將每一個醫護壓榨得榨乾榨盡就最好，令到醫務財政效率最大化。所以沙士爆發之後，前線壓力過大，軍心散亂，已經唔想要再同時競爭消耗健康同埋初心，令到醫護紛紛出走。醫管局當降掛旗下嘅人手係醫治機器，但係醫護同樣都係人需要休息，唔係簡單送串魚蛋同煙同明星拍片就可以撫慰到佢哋嘅心靈。第二個元兇固然就係醫學霸權，醫生今日成為咗公營醫療嘅掌舵者。其實呢個問題早喺20年前，哈佛大學分析咗香港醫療嘅報告，已經明言必須以公共衛生同埋基層醫療為核心，先可以有效咁樣去運用有限嘅資源。然而咁多年過去，醫學霸權畫地為牢，為咗保障自己嘅權益，犧牲咗其他專職醫療，醫患未能夠係社會分流，只好到公立醫院求醫，醫生工作量大增，最終被投訴人手不足。難道有方唔覺得好奇怪嘅咩？辯論有主，一、二、結，揾料組、反駁組，互相分工合作先可以打好一場辯論，絕對冇可能一個人打曬反駁、揾曬料、寫曬稿。同樣嘅邏輯放喺醫療，醫生做曬所有嘢，反而窒礙咗效率。更加啲唔可以因為藥劑師、護士等嘅醫護人員個名又叫做醫生，就覺得佢哋低人一等。希望有方唔好喺制度問題入無可救藥嘅時候，先知道尋求治案。多謝各位。先講正方啦，正方開出咗一個好大嚿嘅方案嘅，咁就你哋應該都諗得清清楚楚噶啦，即係嗰啲法則啊、細節啊等等啦。有一部分嘅方案咧，其實我覺得同呢個嘅辯題其實冇乜太大嘅關係，就係、是、你哋即係鋪陳咗，由背景開始你已經鋪噶啦，就係講嗰啲專科之間咧，其實咧佢係可以下放個權力啦，可以咧就即係。某些的工作就交給那些視光師、交給藥劑師做啦。好坦白說，其
實你就算不用強制的措施，你一樣都是可以下放權力的。所以很明顯的一部分的方案其實跟這個辯題的所講的那個政策沒必然的掛鈎的關係，即縱使反方提出這個反方案，其實我完全看不出有什麼不妥，即你們照樣都可以掛下放權力，照樣都可以這樣做，即跟這個強制的那個措施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你不強制要求的畢業生留在這個公立醫院那裡服務，是不是就不可以做這個下放的權力呢？咁咧就除非你解釋到呢一樣嘢咯，否則我就唔係好明白有啲咩關係。亦都係因為咁樣啦，你哋部分，你哋好，你哋嗰個主線係好貫通啦，論點係好連貫嘅。你哋每一個部分咧，每一個位置都有略略提過呢一部分嘅措施。咁但係咧，我都係聽唔到嗰個嘅解釋，點解係同呢個議題係必然咁樣掛鈎啦？咁所以咧呢部分咧，我就其實係俾唔到啲咩分數。而關於呢條辯題嘅嗰部分嘅政策啦，包括咧就係、譬如你申到廢嘅你啊，如果你即係違規嘅，佢哋就要賠5年嘅錢啊，扣住佢哋嘅牌照啊等等咧，咁呢啲嘅即係嗰個嘅措施嘅細節咧係聽得到嘅。咁當然啦，後續咧就引發咗一啲嘅爭論啦，譬如咧就係、究竟會唔會令到嗰啲嘅即係畢業生會選擇去？其實聽下聽下咧，的而且確咧，移民嘅嗰個嘅討論咧，你哋係佔優嘅。即係實際上，佢如果冇咗嗰個，你一直都扣住佢，甚至吊銷咗佢嗰個嘅牌照嘅話咧，實際上佢的而且確冇咁容易移到民。咁就算佢移到民嘅，佢好有可能係需要重新去讀過嗰個課程，重新去考嗰個嘅醫護嘅牌照，先可以喺外地嗰度執業咧。其實我相信亦都係即係冇乜可能啊！即係畢竟要花咁多光陰啊！所以呢移民的而且確是難的，但對方其實不單止提出移民的挑戰，即我想他們都不是很記得，但實際上升學都是一個，即是他在未執業之前，未去接受你那些專科訓練之前，其實他升學的時候他已經考慮到這件事，因為你們現在是很明確地說明，即是上一場是講一個很輕的方案，一年而已，甚至乎沒有什麼細節，你哋講話係要一個過渡措施啊嘛，過渡30年嘅喎，咁好明顯嚟緊30年嘅嗰啲嘅中學生啊，你哋都知道啦。如果政府真係行呢個措施嘅，你哋呢班尖子，即係假設你哋係尖子啦。咁如果你真係讀啦，係嘛？讀呢個醫科啦，你都唔會揀喺香港嗰度讀啦，係咪？所以升學咧，你就冇可能限制。咁實際上對方對你哋呢方面嘅挑戰咧，尤其是喺自由辯論嗰位咧，佢的而且確捉錯咗嗰個位，就係討論移民嗰部分，所以就變成咗究竟有冇牌照同嗰個移民之間嗰個關係，就唔係好對應到你哋嗰個方案。但實際上你哋嗰個方案似乎啊，即係就咁嘅解釋，我唔肯定啦。除非可能對方係大打呢個位，其實你都有準備相關嘅回應。咁但係至少而家聽你嘅嗰個説法咧，其實解釋唔到點解嗰啲人聽到一個咁嚴苛嘅要求，即係講緊你要 hold 住佢5年喺度，仲要如果你違規啊，吊銷牌照，仲要罰翻佢5年人工，即係實際上你哋當然會提出好多唔同外地曾經有做過呢個強制嘅措施啦，但係其實係講得好唔清楚嘅。你哋引用嘅時候都係羅列一啲嘅地方名，然之後話喂呢啲地方都做過喎，佢哋有冇問題啊咁樣？但係佢哋嗰個做法係咪咁樣樣咧？我相信未必係啊。即係譬如你哋舉個台灣咁樣，台灣係咪咁樣扣人哋5年喺個公立醫院嗰度？跟住如果佢係違規嘅話，要罰佢5年人工咧？即係呢一個係幾誇張嘅罰款嚟嘅，其實我會覺得，即係甚至乎譬如而家嗰啲。上緊法庭，啲立法會議員先會罰翻嗰咁多年嘅人工喎，即係都真係好嚴格啦。咁當然啦，你嘅正方，你嘅方案係你自己定立嘅啫。咁但係咧，當你要類比各地嘅嗰個嘅措施嘅嗰個成效嘅時候咧，你唔能夠攞一個嗰個措施個細節係相差咁遠嘅。如果其他地方根本係冇咁嚴苛嘅要求嘅話，能唔能夠單純咁講話其他地方都冇出問題喎，所以香港做都唔有事，呢個説法就未必講得通。咁後面你講嗰啲
即係190萬嘅時數啦，你不斷強調呢一樣嘢啦，醫護啊同呢個病人嘅嗰人手比例係醫護同人手比例嘅嗰條數咧，其實我係即係比較簡單啦，好可以好容易咁樣明白。190萬嘅嗰個時數咧，你不斷咁樣拎出嚟去使用咧，其實我越聽係越唔明點樣計出嚟嘅。但係唔緊要啦，即係因為對方係唔會挑戰呢一方面嘅，即係至少佢冇咁樣做啦。咁所以好容易就俾你嗰個方案就過咗。而反方其實反方個主線係好大路嘅，即係原則上你就會講嗰個自由嘅問題啦。咁明白嗰個集結自由嘅嗰個嘅難處嘅，但係咧你哋去到呢個位咧就完咗咯，就係、是、去到自由辯論都係強調，喂你哋贏咗喎，喂你剝奪咗嗰個集結自由喎，咁佢都大膽承認係啊，我係拎走咗議員嘅集結自由，咁又點咧？即係之後嗰後果啊，究竟有幾嚴重咧？其實咧係可以對應翻你哋嘅所講嘅嗰個人手流失啊，或者短缺嘅嗰個問題。正正就是因為呢個集業自由被剝奪，而其他地方不會剝奪你嗰個集業自由嘛，所以在咁樣嘅取捨之下，才會更加多人選擇去外地嗰個升學。咁呢個就係會導致到其實嗰個人手就唔係喺咩啦，就唔喺公立醫院嗰度流失去私營嘅醫院，又或者私家嘅診所。而家嘅情況就咁樣樣，但係咧正方嗰個方案其實係按照你哋嘅邏輯，係會導致到香港整體嘅醫護人手。醫護的一些的能夠讀到啊，有資格讀到的尖子啦，佢哋流失去海外。其實對於香港嚟講，整體的嗰個嘅醫護人手，其實是咁嚴重的問題添，即係應該是咁樣挑戰。咁所以當你去講嗰個集業自由嘅時候咧，即係講到最尾咧，就講唔出嗰個嘅後果。第二個論點就是講嗰個嘅效益啦，就即係講話喂，其實咧。有很多不同的即係科喎，咁咧就有些人咧就唔揀急症啊咁樣，但係咧就如果你俾得佢揀嘅話咧，你尊重佢選擇崗位啊、地點啊各樣嘢嘅話咧，其實咧你八成人咧都願意留低。嗰個後面咧你就講到去變成一個好虛嘅一樣嘢，其實你嘅主面稿唔係咁虛。你去到後面就不斷講態度啦，醫管局咧只要放下佢嘅姿態啊，願意哀啊咁樣咧，咁咧呢個嘅醫護人員就願意留低。但其實唔係佢開出咗一啲吸引嘅條件，而嗰啲嘅吸引嘅條件正正係對應針對咗佢哋嘅嗰個待遇嘅問題，俾佢選擇嗰個工作崗位，俾佢選擇嗰個工作嘅地點，又或者其他嘅嗰一啲嘅待遇，其實先係一啲更加實際又可以吸引到佢哋，唔係純粹你哋所講嘅嗰個態度。所以就即係反而係你哋嗰個嘅方案之下咧，一啲比較重心嘅細節咧，自己講甩咗，變成咗一個好虛嘅一個説法啦。咁就其實就蝕底。咁呢個就係正反雙方主要嘅內容啦。另外講一啲細節咧，譬如宮殿嘅位置咧，宮殿嘅位置要講嘢啊，首先你無論如何都要講。你有一個好處係乜嘢咧？你有一個型格嘅外表，但係你有一個反差萌，你明唔明啊？即係當你出到嚟嗰個嘅主面嘅時候，哇！我都覺得哇，完全係想象唔到係一班咁樣嘅聲線。但係咧，反差萌係救你唔到嘅，你空白咧就俾唔到分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係你點都要講啲嘢。咁啊，譬如你如果再要打呢個宮殿嘅位置咧，其實你大概可以預測到對方問你嘅方向。咁你準備少少回答，就算唔係好對嘴都好啦。咁你照讀咁樣都係至少講到一啲字數，完全零嘅發言啦。其實評判係好難做嘅，明唔明啊？即係我哋都未必想俾一個極端極低嘅分數你，但係你唔講嘢喎，直情。咁呢一個就即係我相信啦。咁樣有今次嘅經驗之後，下次都好啲。另外咧就係、你哋隊咧仲有另外一個反差萌，即係你嘅弟弟啊，即係呢個嘅少女的外表，但係有一個非常之老態龍鐘嘅一個嘅表達啊，嘅一個風格。喺嗰個嘅演繹上面咧，尤其是喺個自由辯論嗰度，好顯示到出嚟，即係比較粗狂。咁啊，唔係話粗狂又唔好嘅，可能有啲評判就好乖嘅一套，
咁但係咧就唔可以就唔可以變咗做吹水，即係有一個好強嘅感覺，唉，我哋唔計數㗎啦咁樣，咁好似所有嘢都變成咗講一個感覺法，哎呀，總之你醫管局個態度唔好啦，你黑人憎啦，所以咧就啲醫護咧就好唔中意你啦，所以咧就你無論做啲乜嘢，你仲強制，你再強制之後咧就更加黑人憎啦，咁樣就大家更加唔中意你啦，咁我就走咯，就變成咗好似一個訴諸情緒嘅一個嘅講法，但係其實唔需要係咁樣，即係呢啲喺公辯或者自由辯就比較容易會突顯到出嚟嘅問題啦。咁我相信即係累積下啲經驗就可以好快可以改善。而正方就唔緊要啦，暫時去呢度。多謝。用嚟擺落你嘅推論上面咯。咁而我覺得反方今日嘅立場咧，都係比較
之後我講一講公園啦，係啦，啱啱聽佢都講過，即係如果你搭電嘅時候完全 dead air 嘅，真係冇乜點樣分別。咁但係對方嘅公園其實都唔係話咁難搭，因為即係主辯嗰陣質疑嘅時候，佢都純粹係話有方嘅定義喺邊度嚟嘅，咁其實你哋嘅定義係應該會有 source 呢啲嘢，你哋應該係會有準備噶嘛，咁所以就唔需要咁緊張啦。同埋我覺得下一次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係應該 set 啲救命票啦，即係 free 啲嘅時候，我都覺得你可以咁樣做嘅，就係、是、你哋主線有啲咩係強嘅位置，你就可以 set 定一啲問題。質疑對方，即就算你想不到點答啦，你都話啊有方，你唔好理住，我哋而家問呢一個位先咁樣。即係呢一啲位係可以起碼用嚟塞住時間先，唔好等你完全唔講嘢，咁就真係完全俾佢分。咁然之後講翻正方啦，咁正方今日係咁喺度話外國都做緊啦，新加坡都做緊啦，台灣都做緊啦，唔知咩國家都做緊啦。咁但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即點講，唔係一個好。強的佐證，即你需要說為何這些外國和香港有可比性，即香港的醫管局和外國的醫管局又是不是一樣呢，他們的體制是不是一樣呢，這些東西全部都要詳細交代給他們。然後去到後面，我覺得你說影響自由都是值得，這件事是你們的前立場來的，但我覺得不需要特意說出來那麼難聽，因為有時包裝的一些東西都是比較重要的。去到自由辯論的位置，我覺得又是正反方都是不斷拎回同一樣東西質對方，正方又是這樣問成效，反方又是問你不可以逼他，跟住去到後面反方直接認埋原來正方的方案是加到人手的。我聽到這裡我就有點懊悔了，我心想如果你認加到人手的話，這個方案是無效的，即你自己主辯是說沒有實際效益的，但你在後面已經退了，然後認為加到人手了，跟住還說你需要有另一個方法，但我不知道你另一個方法是哪裡有同樣的方法。跟住去到見面的位置，我覺得雙方的見面都是不是很說服到我，原因是你們沒有做到一個很畫面上的昇華，或者是即可能即通常我對見面的 expectation 會是你對於整個醫療的生態啊，即高人一等咁樣去同人講點解呢一個未來，即地方的方案去成立，然後用一些畫面去渲染俾我聽。咁跟住去到正方見面的時候，佢直情認埋哦醫管局是衰人嚟㗎啦。咁但係我不知道正方特登攞呢一樣嘢出嚟講係有咩用啦，即又冇交代到之後的推論係啲乜嘢，所以我就聽到有少少。原來好像是這樣，跟著反方也是這樣，我覺得政府應該要改革啦，醫護好像被人家暴一樣啦，但 是這樣用這些類比其實是未必可以加到分給你們，原因是你用這些類比其實是不是跟這個醫療體制有可比
係咁多位創新，咁就大家就雖然都講咗好多評語啦，估計我覺得吊銷係一個好地方學習嘅，準備時間長啦，然後評語啦唔會咁嘅時間走，都係咁補充嘅補充啦。咁所以都希望頭先我一評判，你今日都聽聽佢啲評語，咁就真會有幫助。咁我會覺得辯題上有幾類辯題啲特別留意嘅，可能有啲醫療嘅辯題啦，一啲關於社會福利政策嘅辯題啦，房屋政策嘅辯題。一定要看很多資料，即係你想像你今場比賽，你可能由本身咩叫做專科都不知嘅，都數了很多專科出嚟，點樣成為專科醫生，原來護士有專科嘅喎，再去到成個醫療體系人手不足啦，工程失衡嘅一啲咧，我係今場我會期待其實雙方都可以真係去資料再打嘅話咧，咁無論係對場比賽又好，對個人都有啲幫助。咁我覺得今場辯題特別在於咧，佢唔係一般嘅複雜辯題。因為佢個應驗性嘅問題咧，我覺得嗰個深刻位置係在於佢係一個必然會有一個代價嘅辯題。有啲政策，例如可能係啲百年辯題，叫什麼港府應復建呢個區域呢啲咧，其實我不對分明嘅，即係要見到個代價咧，就可能係會入啲私營市場地產商嗰、那個利處咧，一定係同呢一班叫基層嘅市民有關嘅，我不對分明。但今次辯題問題在於邊一度咧？個道德高地咧，其實我係期待大家會打得比較激烈少少嘅，因為雙方都有提出。點解呢？法方同我哋係代表呢一個有聖光嘅醫護嘅喺香港係聖光嘅，係一個道德高地位。正方同佢代表緊呢一個九成係公立醫院度接受緊呢一個專科服務嘅基層嘅一啲市民、一啲病患，又係另一個咧會令心痛嘅一個叫做群組。咁但大家似乎係一開初講完之後，正方可能講多少少話叫做現時嘅情況咧，就好可能政府俾錢養完班醫生培訓完之後咧，就移民啦，走曬啦，我冇社會責任，會照顧啲病人嘅喎，係咪應該咧？但我似乎係會想期待講多少少究竟而家香港嘅醫療問題發生乜事，特別係當你哋講到咁有心思嘅科技做一個咁大嘅變動嘅時候，個問題係咪似乎呢個深刻多少少咧？才需要咁大嘅變動。當個問題越大越重要嘅時候咧，其實你科學嗰個力度都會越高嘅。不過我明白嘅，因為科學我感覺到好有心思，但用咗好多時間去解説，所以做唔到啲功夫。啱啱同學都係你提到咧，我哋會覺得基本法咧係一個至高無上嘅一個小憲法啦，當然啦呢個係。咁但係個問題在於我哋要保障你同埋你哋嘅問題。一個條文嘅基本法嘅保障。所以即係自由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説法 ，OK， 我覺得説服力。但到後場嘅時候，我講多少少，一個醫生其實佢係咪面對咗實際困難咧？當強制嘅時候，咁我哋不論係呢個正方嘅方案定係你預想嘅方案啦，你哋預想就其實係叫做畢業之後啦 ，OK， 咁你就冇可能突然間俾人強制咗啦。咁可能嘅醫生突然間咩變故咧？咁佢需要脱離個行業嘅時候，佢點處理咧？可能會履行職務嘅時候，根據佢標準要賠錢嘅喎。咁如果突然之間可能嗰個醫生佢自己做到情緒病發啦，做唔到醫生啦，要賠錢要求到我。我覺得呢個位可能我少少個着對嘅情況去講，然後再打道德高地之題，究竟最後其實何者係更重要咧？呢個我會諗一諗。其實呢個點講得，我哋自己傾嘅時候，我哋會諗起一個爭議喺邊度咧？係一個個人代價。相對於一個社會利益嘅問題，最終嘅討論應該係究竟喺咩情況之下，一個叫做社會利益應該凌駕於個人代價咧？我諗如果推到後面呢度點變咧，其實呢場比賽係會好睇嘅冇錯。咁啊凌駕嘅，因為問題處理唔掂，太多思考遺漏。咁但可以諗多少少 ，set 得道德高地。我哋以前成日打辯論就話唔好講公平幾字啦，好難去稱噶。但今次呢一場有得打嘅其實，咁係無謂去再深化。第二咧，我覺得係嗰個叫做科案，即係強制呢兩個字嘅問題。我諗其實法方同係咪面對一個比較大嘅挑戰，係出現咗一 set 嘢出嚟，即係老實講，面對抄字台咧都抄咗好長，都覺得要好多時間消化。咁然後嗰度長，甚至可能到後場嘅時候先開始釐清，原來正方嘅科案咧，佢係講緊一個全新嘅系統嚟嘅喎，佢要變改嘅成個醫療係應該改革喎。咁我明白嗰種彷徨嘅，因為始終你哋可能我會應該冇估到呢件事係咪啊？因為佢哋因為真係有心思嘅件事，係參考好多東西，好多細節。但係咪真係完全冇任何嘅打嘅方向去做咧？當
佢哋其實個方案咧，我哋可以咁樣想像啦，越細緻嘅方案咧，漏洞係會越多嘅。政府好明顯就知道咧，一定有呢個傾唔掂數嘅 ，OK 啦，佢哋解決啦。去問佢哋咯，即管去問佢哋嘅方案，其實會唔會有啲位置係可以釐清多少少咯？例如其實佢哋講緊啊，我哋要喺香港，我理解錯咗，可能你哋就都冇介意，因為我自己閱讀啫。我諗你哋嘅方案係指呢一個 Year One 嘅時候讀一個課程，直接去專科課程㗎嘛，係咪啊？然後就可能就再培訓到上去嘅意思係咪？我要諗嘅方法係，即專科呢個意思係乜嘢咧？就係、是。包括呢個科，但佢有後年的職業，即係因為我專用咗衞生署佢嘅認可計劃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物理治療啊、視網膜呢啲，我哋都會叫佢專科。咁佢哋入學之前咧，就要簽一份 contract， 佢可以免學費，同埋會提供生活費，但係咧，佢就要喺呢個公營醫療系統服務五年。之後專科嚟講咧，專科。在我方即係前立場嚟講咧，我哋係都係會覺得可以包埋，因為大部分佢都會做五六年先走。as a 專科，但如果係普通講緊讀可能大學 degree 一個畢業咧，都係做五年。嗯，即係所以分咗意思係可能我哋治療呢個叫 Year One 就入學嘅，專科就係指醫生普通科完成之後一個再 training 嗰個問題。我分得啱。我哋專科係講緊醫護專科，即係物理治療啊，嗰啲都叫醫護專科嘅，咁即係但係佢哋畢業之後要服務五年。咁對於醫生讀專科嚟講咧，我哋係唔介意佢服務多五年。係。咁我覺得其實個位係咧，當政府佢開得咁大嘅時候咧，其實可以慢慢同時又想像下另一啲問題咯。例如咧，其實你從個方向，你哋問其實佢嗰個叫做代價會唔會太高咧？同埋具體嗰個操作，其實雖然之前同都有提到嘅。開咗咁關事嘅東西，咁唔關事咪問咯，真係唔關事喎。即係其實佢哋嗰個系統嘅改革 OK， 當你哋講到問題咁大要解決嘅時候，其實你方案入面有一部分係完全解決到呢次嘅問題。即係你個什麼叫做嗰個叫西斯嗰個改革啦，即係俾佢哋可以自己開藥呢啲咁東西啦，係咪真係咁易做到咧？係咪符合你哋方案咧？我覺得其實呢啲可能性嘅位置，可以試下問多少少。方案我避咗佢，特別唔明嘅方案咧。簡單啲去問啦，可能你要二十蚊到嘅嘢嘅。咁同一時間，我會覺得正方嘅同學都係你哋嗰個位置係 set 方案嘅時候咧，都真係簡單去講就係、始終評判係閱讀緊場比賽，個方案你哋好有心思啦，諗砌嘅時間係都應該如果好長啦，內容好多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其實無論係有方又好，評判有消化程度有幾高。因為其實始終你哋牽涉嗰個方案咧，又參考咗好多不同嘅方案，由一個叫專科嘅舊制模式，一個新嘅專科概念一啲咧，其實我相信其實喺咁短時間之內咧，嗰個論證功夫、論述嘅功夫係要好多好多嘅。咁諗下，其實嗰個方案會唔會當然會幫咗佢哋消除咗道德問題啦？我諗其實你係想放大個地處消除道德問題啦，但背後嘅代價就係視乎論證嘅時候。我覺得要並行的就是你都要講到你的方案點解夠獨特，可以解決到現時所有方案解決唔到問題咯。因為其實麻花有提到嘅，佢哋有講到好多措施去解決人手問題，例如可能唔好再篤燒賣魚蛋啦，可能減曬個行政工作嗰方面啦。但我比較想聽就係你更俾新啲嘅重炮方案，點解佢咁獨特咧？點解佢所有嘅東西都取代唔到咧？但係呢個會唔會取捨，因為你嘅方案太長進，冇咗呢個空間。但當如果你講到你嘅方案咧係一個只係而家唯一一支針嚟解決呢個病嘅時候，你嗰個方案力度就會高好多咯。咁就達至乎就比較合適，始終係內容好長進，但係講唔到嗰個方案究竟點樣針對、點樣度量、必須去做咯。咁呢個就變上一個可惜嘅位置。咁總之成場比賽咧，我會覺得相當同學都係啦，以後面對一啲。醫療問題、福利問題、房問題咧，都係三個字：睇資料，睇多啲資料，咁一場比賽先可以推進到落去。咁少少評語嚟就喺度。